为战争沸腾。神铁矿坑是我的，最尾整下就得噶啦，我赢不了他们。要做什么？大条雄魂都是怕败小弟的证明，我看见了解密狂击，竟能抵扔后力火焰
许会吞了你的骨头。我暂时认输。要做什么？神铁矿坑是我的。就叫废物利用。这是越狱怪的矿坑，滚开！我会把你当成诱饵。这是血鱼怪的矿坑，这是血鱼怪矿坑，鱼怪矿坑，这是血鱼怪矿坑，滚开！时光不等人。
那一手有点问题。推翻旧主人的时候到了。是美味的派对。
功了！哇哦，这两个故事要变强了！还需要的只有爱心、耐心和死亡。推翻旧主人的时候到了，我的血不会战胜废物。我想想，竟能敌人他的统治到此为止。
我虽然疯癫，还是很注重基本礼仪。时间紧迫，生命不该遭到囚禁。这就叫废物利用。我赢不了他们。